听我的妈呀！我说，那个小黄啊，哎呀，我也跟你激动了啊，真的替你高兴。黄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但是哥啊，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。你怎么还有附加条件呢？我喜欢光头。为啥呀？我爸就是光头，你爸也是光头，你不觉得光头的男人给人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吗？你这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？你这知识挺杂呀！哎呦我的妈，这都什么爱好啊？你不可能啊！我跟小四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头发非常茂密，他怎么可能成为光头呢？哥，我没问题。妈呀！你是光头啊？我是光头，我不炫耀的说，我从小到大都是光头，我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长头发是个什么感觉。太完美了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。你好、啊、你好小黄。哎，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、嗯、我一见到你我就莫名其妙的就想对你好。我愿意为你这辈子是光头，下辈子是光头，为了你我可以子子孙孙都是光头。那要是女儿呢？女儿也得是光头。那也行。我跟你说，通过他们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是完美无缺。哎呀，我实话告诉你哈，其实吧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男生对我这么好过，你这样一对我说我还挺感动的。这算啥呀？啊，这算什么呀？为了你啊，我现在对你好，我以后对你好，我子子孙孙都为你好。我跟你们说，街坊邻居，第五对即将成功。哎，什么叫即将啊？已经成功。凭什么让我赔呀、啊、你惦着我呀，我东西掉地上呢。于小脸，你现在可以啊。我怎么了？涨工资了是不是？我哎呦，居然买保价1000块钱的东西。对啊，贵重的。哎呦，这个不是我，这快递就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谁的？3号楼那个李师傅的。那就更不合理了，谁不知道你于小脸是咱们全幸福小区啊最不靠谱的人。哎啊，人家居然还啊能让你去帮着取快递。我不行，就算我不靠谱啊，但是让我去取快递的那个人啊靠谱。谁呀？我怎么的？你说我靠不靠谱？你靠谱。这个责任就得重新划分了。这到底咋回事啊？是这么回事啊，就今天呀，李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啊，说让我帮他接一个快件啊，完了他在外边回不来啊，我这会儿就看见于小脸了啊，我就说小于啊，到干啥呢？我要帮街坊邻居们去取快递。好，正好到门口把李老师的快件顺便签收了。去不了。哎哎，怎么去不了？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怕半路上碰着虫子。于小脸你过来。我现在我过来。我现在是干什么玩意儿？不就1000块钱吗？你看把你吓得胡说八道的。赵经理，你想啊，这保单上写这些钱，你说它里面的东西它得多贵吧？大姐吧，啊，小脸说的对啊，保价是1000，这里边的这个货物可不知道值多少钱呢。对呀、啊，哎、啊，你不是有那个快递电话吗？啊啊，对呀、啊，你问问，你问问，我打个电话呀。你打个电话，你问。喂。啊，小刘啊，哎，啊你好，我幸福社区物业副经理赵刚的呀。哎，刚哥，你有邮件啊？哎哎，刘儿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哎，就刚才这个于小脸在门口签收了个快件，是你送的吧？啊，是我送的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他这个保价呀，上面写的是1000，那这里边大约得多少钱呢？保价费1000的话，5万块钱吧。哎呀，你咋的了？我啥也没咋地呀、啊！我现在我听完这钱以后，我脑子里爬的全是虫子啊！哎呀，多少钱？5万。啊、不就5万块钱吗？啊，我借给你。借给？我借不起呀、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条件比你好，5万块钱，我来赔。哎，刚子哥，哎哎哎哎，你还在吗？啊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出了点状况，我再确认一下啊，那里边的价位应该是5万块钱是吧？我刚才没说完，是5万块钱到20万块钱不等。
哎呀妈，哎呀妈，顺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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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脸，三脸，顺风，满脑子都是呆子呀！行了，看你俩这点出息，不是，我让你去的，不就20万吗？我给他赔。不是，这刚哥，哎，我在这儿呢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又出点状况，我再确认一下啊，就是封顶了是20万是不？其实也不是钱的事儿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对人家主人啊特别重要。怎么重要啊？啊，就是寄件人曾经打过电话给我们总公司交代过，这是人家的传家的表，属于无价之宝。哎，啥呀？我的妈！哎，好。你不能说是你妈就是你妈呀，那咋证明她是你妈呢？对吧？你不能随便说呀，对吧？我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？那你必须得证明她是你妈，你不能乱说。屏保上是我妈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是一模一样，这钱包真是她的。那行了，物归原主，拿走吧。你就这么的还给我了？怎么的？怎么还的？还搞个仪式啊？拿着，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钱吗？我不管多少钱，你看看钱少没少啊？不是，我是寻思着哪个二傻子捡了能还给我呀？不是你意思我二傻子呗？不是哥，我意思是你是寻思着别人捡了你这个钱包不能还给你，那呗？别这么想啊！你钱包里面钱再多，那也不是我的，那是你的钱，别老把人想这么不好，明白吗？咱这世上好人多，此地有雷鸣般的掌声。哥，谢谢你，我真心真意的感谢你。这会儿知道谢我了？不是天天在小区里面追着屁股后骂我的时候了。这我跟你说，你这钱包可不能丢。钱无所谓，你这样也不差钱，关键是你这里面卡多呀，你是没见到全是卡呀，你这卡要到银行里边补办的话，那可就天皇帝了，明白吧？啊，对了，还有，我呀今天呀锁你的车的时候，我一看哟，你这车呀是豪车，但是你这轮胎有问题，知道吧？你指定是个新手，老跟马路牙子过不去，你那轮胎边上都磨薄了，天马上就要热了，容易爆胎，你要万一爆胎的话，那就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建议你换两个前轮。怎么的？你要四个轮全换呢？哥，哎，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人挺烦人的，后来呢，熬过这一波呢，我又觉得你这个人挺男人的。其实你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觉得吧，不太好形容。哎呀，松开！那个，你最好还是形容一下吧。形容啥呀？就哥他可爱。他可爱啥呀？一根筋。那是执着。二傻子。那是实在。专跟你过不去。那咋不跟你过不去呢？那是跟我有缘分。他是头倔驴。那怎么能是一头驴呢？那就是一匹低调而有性格的千里马。哥，哎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哥了，以后你说啥我都听。真的吗？那我得试试。你这么着啊，你现在就把这停车费的钱交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让人把那车锁给你打开。行，记住了，以后一定要按规矩办，明白了吗？那行了，走吧。好。哥啊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了，以后有事儿私聊啊。白龙马，天儿朝西，别人知道你为是头铁驴。看啥呢？没有没有，你说随便看一看。把他拉黑喽。不是，你这刚加了人家，你这有事儿呢，你这拉黑你不？我叫你拉黑了，拉拉拉，黑黑黑，拉拉拉拉，黑黑黑。这咋还唱起歌来了？你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用拉黑啊，我改个名儿不就完了吗？改啥？一个字，绝。儿子呀，儿子呀，你啥时候出生呢？爸爸可等着你呢。儿子呀，哎呀，儿子，你长得得多可爱呀！
儿子呀，钱俊发，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老冲我叫儿子呀？哎，哎，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，我儿子在你肚子里呢，我不冲你喊儿子，我冲谁喊儿子呀？啊，知道你是管我肚子里的孩子叫儿子呢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爹呢。起啥哄啊？媳妇儿，你这话说的太刻薄了你。怎么的？啊，我钱顺风长得是磕碜点，我怎么的比你爸还好看点不？哎呀妈！风度啊！哎呀妈呀，你爸那叫风度啊！你爸那肚皮那就是骨度，不能坐下。结果邻居都说了，你咳嗽他也是骨度啊。爸呀，骨度就是风度。顺风，以后你们两口子说悄悄话的时候，尽量别带上我啊、哦！这个小偷。我别说话，小偷！你把我的心已经偷走了182天，4000来个点，好多好多票。在小偷的世界里，不对，在小偷的爱情里，我定不了世界的罪。哎呀，那个，我希望你能够绑架我。把我绑架了一辈子，别松开！哎呀妈呀，你这养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？杀的！你有病吗你？你怕我们家羊是不是杀的？和这首歌多配呀、啊！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下面的环节是电影票。滚！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。你别跟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收一下物业费。哎。给钱的事儿，男人来做。王小倩，这是你家物业费，你爷根本没在家。这是我家的物业费。好，好，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啊。哎，等等。你工作那么辛苦，这个送给你。这，嘘，别说话。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是什么吗？小偷。好浪漫。我的心。已经被你偷走了182天，4368个小时，15724800秒。这词儿挺熟。别说话。太棒了 ，I love you。你亲我干啥呀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也不能亲我呀！哎，别别，我王倩，看你咋这样？美女亲你口就亲一口呗，有啥不乐意的呢？我亲你，你乐意不？我不乐意。那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亲我干啥？给我赔礼道歉。我喜欢你才亲你。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瞅瞅你那基因，你要真娶了她吧，给你改改，那不比整形来的彻底吗？你桃花运来了。这哪是桃花运呢？这不桃花劫吗？你不能喜欢我，你要喜欢我你就遭罪了。谁说的？你温柔热情幽默浪漫，懂多多会做饭，这样的男人很少见。我一天就知道玩，会玩的人才浪漫。我从来不干有意义的事儿，
那你是干有意思的事。我天天在家待着。哦，你是个顾家的男人。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赶紧救救我吧，他疯了啊。那个什么巴山，你听我说啊，他吧，他确实不咋地。有一回吧，他说请我们一帮朋友去吃饭，等到买单的时候呢，他人没了。你说这多不地道。是你们的不对，为什么要让他请客？不能 AA 制吗？这个我是巴山的，你听我说啊，你指不上我，你知道不？我胆小，我根本就顾不上你，我保护不了你。我见着毛毛虫我都吓得哭嗷哭。哎呀，不行！哇，你好有爱心，小饼干。准备聘礼吧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谁呀？他。什么是女朋友啊？哎，你别听他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。你撒开我，你多好的姑娘啊！没你好，没你好，没你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喜欢小米，小米不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还有戏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回去给我爸爸打电话，让我爸爸明天来看他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妈呀，这个大人啊！哎呀，我的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咋整啊？小米粒，我把我说的这么坏，他都喜欢我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至于吗你啊？啊，小米粒，你救救我吧！我咋救你啊？当我女朋友。啊，完活啊？不是门锁，是屋里柜子的锁啊。不是柜子，这屋哪有？不，你手指头插我嘴里了。谁？是个气球。啊。啊，行哥，我知道了，这屋里没人啊，那我就开干了啊。行，挂了。小偷确认无疑了，这样咱俩只能智取，待会儿你往沙发那边跑，出个动静，他回头一看你，我把他扑倒。干啥呀？我跑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腿抽筋了。我跑，你把他扑倒。咱俩一起跑吧。你跑，我把他扑倒，要不然我打死你。我还是跑。妈呀，谁打了呀？哎哎哎哎哎，不是，谁呀？这叫锁上了。啊，成功。喂，成功。哎，电话，他电话。你是谁呀？战利品。哎，你是谁？我们是志愿者。小姨夫爷爷，哎，我现在回家，把我人的三轮车蹬来。蹬三轮车干啥呀？把他送派出所去。直接报案不完了吗？小姨夫爷爷，下这么大雨，还麻烦警察叔叔干啥呀？他们就够辛苦的了，就咱俩，直接把他送去不就完了吗？你等我啊，我现在就走啊。好，你快点回来。好好好好，我怕我收拾不了他。好，哎。哎，我说外边那个，你要干啥呀？干啥？你这个小偷干啥？不是，谁是小偷啊？我是开锁的。啊，小偷都会开锁。不是，我这可是公司派来的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公司派来的。哦耶，抓着一个团伙，这下功劳力大。别动啊！不是，我说给你做一下笔录，说，
第几次到我们小区？我这第一次上班啊，我这是第一次接活啊，我这第一次接活，不会有同伙吧？没有，就我自己。这以前干活吧，我都是跟我爹一块儿。你爹呢？退休了。妈，干这一行也能退休？妈，那你爹是平稳着陆呗？不是，你这叫子承父业啊，小偷。哎，我真不是小偷吧？那个，我给你证明啊，我给公司打个电话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在我这儿呢。我手机咋在你那儿呢？我拿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贼喊捉贼呀！啊，来人呐！抓贼呀！抓贼呀！哎，大夫！哎呀，大哥，你别敲了，可震死我了！震死你！哎呀，大哥，我求你！服不服？我妈刚才说她要拿多少？那我应该拿多少啊？妈，哎，妈啊，您来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来，妈，你说啊。妈，您坐着。哎，妈，我知道您的好意是吧？您是为我好啊，但是我寻思吧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你看都说好的事儿了，你这孩子。妈，我真的不能要。您说我拿您的钱，这算啥事儿啊？那啥事儿啊？我也不能拿您的钱再给我爸去。这是您的钱，我该给您多少钱，我给您多少钱。等会儿。哎呦，这我可看见了啊！妈，这20000块钱是你的，你把20000块钱给我大姐夫，然后我大姐夫再把这20000块钱给我爸，对不对？呵，太妈，你们娘俩这不是在合伙忽悠我呢吗？你好好想想，你过生日，爸过寿，我给的钱可不少啊。是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啊？哎呀，姑爷，你误会了。我没误会，我都看见了，我都。没有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什么都别说，你是女婿，我也是女婿。妈，你这事做的是不是有点偏心眼儿啊？不是，妈，我觉得我妹夫说的还是有道理的。这事儿，我觉得您是做的有点偏心眼儿了。孩子，我是偏心眼儿，可是我偏的是他呀。啊？谁信呢？哎，二姑爷啊，你就别瞒着妈了。最近你的公司是不是资金周转有点困难了啊？是啊，不是你咋知道的呢？二米粒都跟我说了，昨天回来一进门就哭。哎呀，你说他把这些事儿给告诉您干嘛呀？让你着急。你们都是我身边的孩子，谁有困难妈能不心疼啊？啊，有事不跟妈说跟谁说呀？孩子，这些年呢，你给爸爸妈妈的钱我们一分都没花，都把它存到这个里了。来，连这20000块钱妈都给你。孩子，妈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不能要。你听妈说，以后啊，有钱就是有钱，没钱就是没钱，别装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这哪又跟咱爸那个破轮椅给推出来干什么？啊，看我主管来气。我说老范呐。我看你坐轮椅就不来气了呗，啊，老头子，我对不住你，你有病我不知道，刚才态度不好，你消消气儿，哎，咱们该咋活咋活行不？咱家这日子还得过呀。对呀，咱还得往好了过。你说你弄了个破轮椅，自己还不会摇，你看弄啥去？咱得过好日子，对不对啊？啊。
我怕我过不去。哎呀，有啥过不去的呀？对啊，老范，这么的，你先别考虑那病啊，你把精神振作振作，咱坚强点。啊，对了，老头子，平时这时间咱俩在家干啥来着？干什么？就你定的日程表啊。啊，这时候不是扭秧歌吗？对呀、啊，起来起来，跟老伴扭秧歌来。我都这样了，让我扭秧歌，你扭死我得了呗。你瞅瞅咋样？啊，啊，老范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扭不扭？不能扭。真不扭是吧？不扭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我要和老王头扭了啊！哎，老范。你爱跟谁扭跟谁扭，不，你要真这样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你啥时候客气过？不，你来来，咱俩走，好不好？走，扭，走。你跑我们家斗鸡来了？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动作，动作，有这么动作的吗？动作，什么玩意儿？那眼神也太猥琐了，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那是我老伴儿，我看挺好。你，那你说咋扭啊？这扭秧歌，你首先这人他得。是不你先站直、啊、把心态放平，哎，是不眼神你正经点、嗯、预备走着。行行行。